这个180钱不够怎么办呀？嗯，还有呢。钱够不够？不够。我们要买多少天呢？写两三天的。先解决两三天。先写两三天东西。咱先看自己孩子主要需要什么，先拿，拿完咱再碰，不行的我们再往外跑。啊，分开买啊。好贵啊！谁买一个最便宜的？弟弟有12块的。咦？哎，9块，9块半，那9块可以买两三支啊。牙膏我们就买一个，我们一起用呗。先买一个吧。一瓶洗发霜合一，沐浴洗头。先背着走，咱后面再说。后面再买。吃的要买吗？吃的我觉得不用了吧。少吃的怕都。就是吃啊，他们最爱只吃吃吃吃。想着买西瓜呀。那想吃。我们是不是差不多了呀？买那些啊。哟。西瓜。不买啦，西瓜不买了啊！真的不买，西瓜不买，西瓜真的不买。我们到晚上还有钱的话再买，走。买衣服，我想买小孩子的衣服。请问一套那些是多少？250。250啊？200多一套啊？真的买不起。要不要走？先看看走路穿穿回来。OK。你给我最便宜的价钱，你就告诉我，然后我还是得转一圈，110吧，好吗？105，好吗？你很逗啊。T 恤你家有打折处理的吗？对，我真的没钱。你好，有没有大概5-6岁？要蓝色的也。OK， 可以。然后这个粉色也有。哎，这个也可以，可以。你不用特意很便宜给我。谢谢。明天我们去怕它冷，这个不暖的。这个最大号。哦，这个可以。120块。OK。没钱，没有钱了。完全用光，是吧？你花的钱状况还好吗？你问他，完全完美的10分结束，一毛钱不剩。在这开会了，今天晚上过不去了。真的晚上你发现有问题，我们还是可以解决的嘛。哎，走了。